时间，我有可乐，有鸡排，有薯条，趁着新鲜来开动的。长门思密达，是不是？长门思密达。好，先吃薯条。嗯，好像薯条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嗯。好有可乐。
就不见。我是教友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好像你保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很久以前的音乐。对啊，张兆勇、阿勇啊。好久不见。你到那个秀琴还在啊？秀琴、阿芝都还在啊。对啊，没有什么东西跟你，请你喝饮料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那、欸啊、你现在在哪里高就？我没有高就，也是做保全啊。哦，很好啊。哎呀，有空再聊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摩斯生意也不好了哈、哦。我就这样胡搞啊，他们整个策略就是封池嘛。对、啊。那、啊、你要椅子的话，你到哺乳室看看。我记得、嗯、还是说那个床上我那个蚊帐不知道藏在哪一间。因为我肚子好饿。好啊。我们台北的车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嗯。这里是我的起点。嗯。没有的，我这里才到今天才第三年，才三年而已啊。我还是你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，船上里面有没有小椅子？不然你就到那个中间那边了。好，可以。哎，好了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来？遇到一些事，然后起来来看看老朋友。哦，对啊。我这豪大鸡排只开到七点而已啊。嗯。
部车找到了。有啊，这个以前搬了几百次。啊，现在你看，这他两个甚至在放暑假一样啊。他那个早上哥哥他还好吗？他还做三重吗？还应该是老样子啦，他就是。他其实人不错，我回来看了他三次了。哦。三次，我才看你第一次而已。我已经看你三次了。时间上不一定了。OK。那你都一直在这里面。